Ni hao. Welcome to Dr. Zizi's Chinese classroom. This time we're going to learn cities, main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. We have 24. 是美国主要城市的名字。Okay, we begin with 亚特兰大。亚特兰大在乔治亚。亚特兰大。达拉斯。达拉斯是在这个德州，也就是德克萨斯。纽约在纽约州。芝加哥在伊利诺伊州。费城在宾夕法尼亚州。凯萨斯城是在凯萨斯和密苏里之间。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首都。首都 means capital city， 华盛顿特区。波士顿是在马萨诸塞州。迈阿密是在佛罗里达。新奥尔良是在路易斯安那。巴尔的摩是在马里兰。圣何塞是在圣何塞。对不起，圣何塞是在加州，加利福尼亚，在这儿。圣安东尼奥，圣安东尼奥在德州，德克萨斯。杰克逊维尔，杰克逊维尔是在佛罗里达。明尼阿波利斯是在明尼苏达。丹佛是在科罗拉多。科罗拉多 ,OK。然后呢，旧金山，旧金山是在California, 加州。圣地亚哥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加州。底特律是在密歇根州，底特律。菲尼克斯是在亚利桑那州。印第安纳波利斯是在印第安纳州。休斯顿，休斯顿是在德州。西雅图是在华盛顿州。洛杉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4个大城市呢，我现在把他们的名字再念一遍，是从这儿开始念。西雅图、旧金山、圣何塞、洛杉矶、圣地亚哥、菲尼克斯、丹佛、圣安东尼奥、休斯顿、新奥尔良、达拉斯、凯萨斯城、明尼阿波利斯、芝加哥、底特律、印第安纳波利斯、亚特兰大、杰克逊维尔、迈阿密、华盛顿特区、巴尔的摩、费城、纽约、波士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